本分局中原派出所于112年9月12日接获民众110电话报案，称东西失窃，经原警到场处理及调阅监视器，该民则于1日到所观看调阅之监视器影像，因未有看见失窃过程，请原警再协助往前时间调阅。由于受限主机系统保存影像天数不足，已无影像。后续联系该民未果，而无法告知。至该民质疑原警吃案及调阅不力情形，经查本案原警虽有调阅及陪同报案人检视监视器等侦查作为，但未能第一时间依规定完成报案程序及开立报案证明单，联系过程中造成民众误解，本分局业与行政处分，并未加强原警教育，应落实报案相关程序，以为民众权益。